我觉得就是应该像奈尔伯一样，就是一个经典啊，就是很有个性啊。然后，它是一个 classic， 但是它不会很玄牧，但是它有它的那个气质。还有就是你刚刚问什么 California Dreaming， 我当然很想，其实我很喜欢海，我希望有机会来这一边。出海，然后玩玩一些海上活动。刚刚我看到很多人在 surfing 啊，还有那种 stand up paddling board， 我自己也有，我在香港也常常玩。然后我很希望有机会来这边玩玩 water sports， 还有当然有机会来拍戏的嘛。Enjoy your stay， 谢谢。